你好，我姓韩，我叫韩芒，我朋友叫我 Jonathan，我喜欢日本菜，我是美国人，我爸是中国人，我是美国空军学员，我今年18岁，我家有8口人。他们是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、我的大姐、我的二姐、我的哥哥、我的弟弟、我的小弟和我。我爸爸是工程师，我妈妈是家庭主妇，我大姐是 missionary，我二姐是大学生，我哥哥也是大学生，我弟弟是学生，我小弟今年1岁。And then the dialogue. This is dialogue one. 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贵姓？我姓李，你呢？我姓王。李小姐，小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友。王先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鹏。